你什么所在啊？我乃在这。秀芬，你总算来啊！我等你真久了。借问的，你是谁啊？我是明宝，你已经死了，饮一碗明宝汤，你就能投胎转世。啥？我已经死啊？无可能啊！志明在等我呢，我无可能死啊，无可能啦！面对死亡是一件痛苦的代志，不过你必须要接受，将这碗汤饮下去，你就能将这世人痛苦的代志全部放未记得。我不爱饮，我不爱饮，我要回去阳世间啦！你一定要饮，你一定要饮！你胖子，我不爱饮，我跟你说我不爱饮啦！我不爱饮，你给我放开！小姐，天光啊！阿美金，真正是你，我刚才拄着一个面盲，也要甲我惊死。小姐，你拄着你喊名哦？是啊，我梦到我死去，我一想到要甲志明分开，我就足惊的。袂啦，小姐，人伊志明少爷哦，今仔日就要拄着本回来啊，恁后马上就要见面啊，免哪会阁分开。你讲无毋对，志明去日本读册两年，今仔就要回来啊，哪有可能分开啦？小姐，你紧起来，我甲你西装打扮，等下吼就会当去接志明少爷。美琪，你讲我今仔这个打扮？志明看到会介意无？小姐，你这么有气质，安那装拢水啊？要唔过，志明是去日本读册，有看过外口的世界，我惊伊看侪啊，都无介意像我这种查甫囡仔。小姐，你想伤侪啊啦！我相信吼，志明少年毋是迄种野心气骨的人。听你安尼讲吼。我较安心嘛，李记，你总哦是有办法消除我心中的顾虑。以后谁若是找到你，一定是伊的福气。无啦，小姐，我无你讲的遐尼好啦。小姐，你看，迄个是志明少爷。志明，是志明呢。秀文，秀文，志明。你总算回来啊！你知影无？我伫厝诶，等你两年，我逐工拢咧想你呢。是诶啦，互你等遐尼久，即届我回来，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搁再离开啊！真实诶，安尼足好诶，足好诶。秀芬，两年无看诶，你有安遐尼水？志明少爷，小姐吼，就已经接你回来，透早就起来西装打扮了。美金，查某囡仔长水水，唔那是为家己，嘛是为着要予别人看。秀芬，你为着我开遐尼侪时间，家己西装打扮，就表示讲我伫你的心目中真重要。那是当然的啊，这也搁讲啊。对啦，我后买一条珍珠破链，要送你，知你有介意无？哈，这细个珍珠破链呢，一定足贵的吼。只要你若介意，搁较贵吼，我嘛爱想办法买予你啊。我有介意，我足介意的，多谢你。无即马，你替我挂起哩。好啊。可是，志明少爷嘛安尼对待我。唔知有偌好咧，其实我嘛无生做比阮小姐较歹啊，是安怎我拢拄袂着像志明安尼的少爷？李记，
美姬，你看这条珍珠牌链，我挂起来有好看无？哦，是，就是啊。志明，我看吼，这风这头，咱先来转啦，莫遮吹风。好啊，咱来转。嗯。秀芬甲志明自细汉做伙大汉，两个人唔那是年纪相当，又阁是同齐入毛，家世背景嘛是门当户对。村内底人拢讲，这两个人是前世注好好的一对金童玉女。秀芬，你今仔日哦，专工为我西装打扮，我想讲要请画图师哦，替你画一幅图。真是的哦。嗯，我想要将你的图吼挂伫个房间内底，以后只要若思念你的时阵，只要抬头，就当看到图内底你啊。好啊，哪会画？师，替我画一幅图。是安怎天公伯啊，拢对秀芬小姐这么好，什么好代志哦，拢发生伫伊的身躯。啊，我可是啥物拢无。到底啥物时阵，好运才会当轮到我啊？志明，阿母，志明，你总算回来啊！这两年哦，阿母拢无看到你，唔知哦，你有加较瘦无？阿母看卖下。志明，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伫咧日本这两年哦，过了真好啦，颠倒是你啦。我无伫咧厝的这段时间哦，你有好好照顾你家己无？这哦，你唔免烦恼啦。你的未婚妻秀芬哦，惊阿母伫咧厝无聊，啊，佮惊吼厝内面的下骹手人无好好照顾阿母，啊，大家哦嘛带美姬啊来厝内面含阿母哦开讲。虽然讲秀芬哦，伊还袂离门，也毋过阿母哦，早就佮当作家己的媳妇同款啦。秀芬，多谢你。妈安尼讲啦。我的爸母过身了早，好佳哉这几年吼，我阿母在照顾，所以我早就甲阿母当作是家己的阿母同款看待啊。啊，咱茫徛伫个遮，恁倒转来吼，捌对定钱要着无？阿母饭菜哦，一定准备好势，紧嘞，今天晚食饭哈。秀芬啊，阿莫客气呢，你看哦，你爱食啥物，就尽量食，哈。嗯。来。多谢。美姬，你应该嘛巴肚枵啊，坐来，刚做伙食饭啊。我一个下骹手人，安尼甲恁做伙食饭，敢好？你住伫我身躯边遐尼侪年啊。我早就毋当做小妹同款看待啊！搁再讲啦，我相信阿母应该袂反对你坐来阮做伙食饭啊。是啦是啦，美姬啊，我吼碗碟嘛甲你准备好势啊，你紧坐落来吼，阮做伙食饭。哦，多谢老夫人。对啦，志明啊，啊你哦回来啊，还是拍算什么时阵哦要甲秀芬哦带入门哈？阿母吼，一直听秀芬叫我阿母，我实在听了吼袂惯势。搁再讲啦，迄别人吼，伫我这个岁数拢咧抱孙啊咧。志明，阿母希望哦，你赶紧给我抱孙，安尼唔知要偌好咧。阿母，我早就知影哦，你安尼甲我问，所以我已经哦准备一卡金手指，准备哦要向秀芬求婚。秀芬，请你嫁予我好无？假使你若是肯嫁予我，我甲你保证，你一定是这个世间上上佳幸福的查某囡仔。秀芬啊，啊你搁戆戆戆伫遐创啊？啊唔快紧答应！志明，我答应你。真好，安尼真好，阿母哦，赶紧找人哦，甲恁拣一个好日子，互恁两早成亲。
对啦，你记啊，等下嘛哦，若食饱的时阵哦，就陪恁小姐去报尊，进步做新娘衫，知无？我知影。来来来，紧嘞，紧坐咧食饭。等下若食饱吼，阿母我要搁去找来看你姊嘞。志明读书回来到台湾了后，就甲邓夫人讨论，想要家己开医生馆的代志。邓夫人一个听到后生这么有想法，心肝内是足欢喜的。伊本来想讲要直接予志明一间店来开诊所，也毋过志明坚持，这个开始就要靠家己。所以志明提出家己的赛车钱，租下一间店面，而且阁亲身来拼扫。伊准备要拣一个好日子来开幕。想袂到吼，这个头家遮厉害，讲我订做新娘衫，七天后就当提安呢。老师傅吼，果然是无共款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美姬。你是创啥啦？我形容家贵，你紧起来啊！小姐，我有一件代志拜托你，你一定要答应我啦。啊，什么代志？你唔着起来就讲。小姐，你若唔答应我，我就唔爱起来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就是啊，你紧起来。小姐，过无外久哦。你就要嫁予志明少爷，啊！我伫你的身躯边伺候你，已经惯习啊。再讲，你嘛知影，我甲阮永伯的感情吼无好啦，所以我希望甲小姐你做伙嫁过去。啊，原来是这件代志啊！好啊，等下吼，我来去甲志明讲。啊！不过你看，你志明少爷伊敢会答应哈？放心啦，若是我甲志明讲，应该伊袂拒绝我的要求啊。而且你这么介意踮伫我身躯边，就陪我吼嫁过去哈。小姐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啦。咱来等。过不外久，秀芬甲志明就拜堂成亲啦。美姬也带着秀芬来到陈家，三人的命运敢真正会当相处了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？这个一直抱着满腹企图心的美姬，又搁会伫咧陈家引起什么款的风波呢？伫咧成亲三天了后，秀芬照着礼数要返去后头厝，也毋过因为志明着急要开业，所以伊着拜托美姬代替伊倒返去。秀芬体谅志明要开业，伊嘛无勉强志明，着甲美姬两个人做伙返去后头厝。小姐，你看这个天哦。敢那天要落雨安尼？是啊，敢要落雨的款。你去啊？你敢有带雨伞出来？无呢，是的啦，拄只吼着急要对你出来，煞袂记你扎。小姐无要紧啦，头前吼遐一间林家厝呢，无你倒遐等我一下，我来共借。好啊，我等在等你。捡着一支雨伞呢，但是你啊，阮小姐嘞，林小姐，我给下落去啊，小姐对我这么好，你哪能安尼啦？小姐啊，小姐，小，你死人骨头啦，这么细声的啦，恁爸咧做事拢为着你咧，你知影我哈？没我这么好听啦，什么为着我？我看哦，你是为着你家己啦。
四十五岁啊，什么为家己啊？哈！你虽然不是恁爸先生，唔过我嘛爱当作家己的。你嘛阿爸乱想啦，听恁爸讲啦，你即摆甲秀芬是嫁去唐家呢。啊，只要秀芬也死啊，以后唐家就顺利。啊，你然后志明欢喜，以后你就变成唐家的小奶奶。啊，你若替唐家生一个金孙的，以后唐家所有财产就变你的。就免像以前安尼，四界看人个面试，共借钱，安尼你知无？对，小姐若死啊，无听着，我着有机会做唐家少奶奶呢。以后都毋免阁看人个面色过日子啊。你今日好心来斗三工，有你个目的吼？四十五岁啊，你莫讲甲遮尔歹听啦！恁爸是甲你拆车了八条，哈？我甲你讲啦。恁爸心肝无大啦，只要你以后啦做唐家的小奶奶，一个月给恁爸一千块啉烧酒，恁爸就满足啊啦。哦，夭寿夭寿夭寿，哦，啊这砍价这么深哦，这俗的哦，若无死嘛就爱半条命，哈哈。秀芬已经熟了，这就是我上好的机会啊。搁再讲，查某囡仔哦做了搁较好，嘛是拢无前途啊。不如趁这个时阵，当作啥物拢唔知影，顺这个势想办法哦，做着小奶奶。啊，若是真正会当替陈家生一个金孙，哦，后半世人哦，荣华富贵都免烦恼啊。哎，四十五岁啊，你到底是考虑了安怎啊？人拢已经互你杀过啊，到这来吼，在你啊。哎，对，安尼就对啊！你着四十五岁啊，恁爸饲你这大汉，你拄啊今日去上巧，会晓为你家己的将来设想，哈哈哈！啊，嗯。哎，嗯。啊，不过我先甲你讲个清楚哦。你讲。你要爱钱哦，嘛着爱等我有法度先做着迄单卡，少奶奶才好讲啊。啊，若无，我是无钱通予你的。哎呀，四十五岁啊，你最放心啦，恁爸绝对有这个耐心，等你做个单卡的少奶奶。对啦，还佫有啦。告诉你，你伫当家，若有啥物委屈，还是啥物代志哦，需要恁爸甲你斗相共，你就是讲，恁爸随传手教，哈。知影啦。嘿嘿，来，一支，祝咱两个爸仔合作愉快。啊，一支啦。飞机雄雄公公走转来到当家，伊将秀芬这个不小心拨落去山坎的消息，讲予邓老夫人知影。邓老夫人甲志明随着带着厝内下骹手人，赶来到山坎下骹，找找秀芬。也毋过，毋管因搁较哪找，搁较哪画，嘛找袂着秀芬，因为秘籍根本就毋是带着因来到秀芬搬落去迄个山坎。自从秀芬失踪了后，志明就逐天开始无闲工作。伊想要利用这种无闲的日子来忘记秀芬失踪的痛苦，所以伊逐天拢是早早就出门，晚晚才回到厝。目一个年，时间就安尼过去了半年。你安尼哦，逐天思念秀芬，到底是何物苦啦？人生还佫有真侪精彩的代志啊，就亲像我对你的感情啊。煞去啊，莫讲啊。阿妹，你无闲啊？美姬，你安尼无闲，规早起吼已经足忝的，啊，叫我来就好啊，你休困啊。哎呦，你哪有意思啦？哎呦，无要紧啦，啊，咱哦白白拢是下骹手人啊，我知影哦，你无闲规工足忝的呢，反正我即下嘛闲闲啊。
这吼是早起我去市仔买的糕啊，拄做好的，足爽的哦，你摕去食。哎呦，啊你人哪会遮好啦？拄仔好吼，我上爱食这糕啊。那安尼，我就无甲伊客气啊，做你食啦。啊，真香嘞！嗯，好食。米奇啊，啊你做人遮好，搁遮尔大心，连工吼你还是做单个小奶，我一定听你的。阿妹，迄哦饭会当加食，话是袂当乱讲呢。单家的少奶奶哦，一定有人做啊。但是阮小姐秀魂。哎呦，拜托的，啊伊嫁来偌久，尔就搬落去沙卡嘛嘞。我到今哦，拢已经过半年啊。我看，应该是袂转来啊啦。搁再讲啊，迄单家哦，就敢若志明少爷一个孤囝尔呢。迄单老夫人哦，一定会希望志明少爷搁娶的啦。哎，到时阵哦，你就有机会啊。不过，我敢若是一个粗鲁的下骹手人啊，就准讲志明少爷要搁娶，迄机会你哪会当轮到我啦？哎呦，你只要哦，互陈老夫人介意你就好啊。只要陈老夫人介意你吼，伊就会叫志明少爷娶你啊。啊，搁再讲啊，迄志明少爷吼，遐尼友好的个性，就算伊无介意你，伊嘛袂违背因老母啊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美姬伫咧陈家店愈久，愈得到陈夫人的疼惜，也因为伊的用心计较，得到陈夫人早暗请安，用心来伺候，最后陈夫人是足甘心的，而且嘛已经有心想要将伊嫁予志明，来做因陈家的新妇。美琪啊，你是足大心的哦！我吼足希望讲，阮志明会当娶你做某，啊替阮陈家传后事，啊你毋知要偌好诶！老夫人，啊毋过，毋知志明少爷敢会接受我的感情？你家讲啊，你甲志明讲，你关心伊，你爱伊，总比藏伫咧心肝内毋讲，搁较好啊！好啊。安尼，我会找机会去甲伊讲啦。老夫人，多谢你哦，看我有气，会当给我这个机会，我真正足感激你的呢。我，哎呦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，啊，你着得要做我的新妇啊，唔免遐尼啊客气，哈。老夫人，卡叔讲哦，我若真正会当嫁予志明少爷，我一定和阮小姐结婚哦，做伙加倍友好哩。好，好，真好。秀芬，已经半年了，你到今麦依然是无消无息，你到底是伫倒？你敢知影这半年来，无你伫我的身躯边？每过一天，都敢若亲像过了一年共款。你是伫倒？你紧转来好无？就算讲你即摆已经死啊，你嘛献一个脸，让我知影讲你即摆过了好无？秀芬，美琪，你是咧创啊？志明少爷，我介意你足久啊！啊，自从你倒来迄天吼，我就偷偷仔咧介意你啊。我已经娶秀芬啊，你要哪会用介意我啦？我知影，我袂用介意你啦。啊，不过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啊，我。我真正无法度介意你，因为我已经成亲啊。你也是趁少年哦，赶紧找一个适合你的查甫囡仔甲伊交往。我无法度接受你的感情。为什么？敢讲这半年来，我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你一点仔拢无感动？你对我，敢真正一点仔感觉拢无？
吼，是毋是？大概吼，我去找你的时阵，你根本就是咧假睏啊！我知影你真体贴，你嘛真关心我。也毋过秀芬，甲你当作家己的亲小妹同款来对待，我嘛甲你当作家己小妹同款，所以我只用关心你，袂用爱你。敢讲，我真正一点仔机会拢无？就算讲，阮小姐伊永远拢无要转来啊！你要等伊一世人，等到老。我已经拜过的堂，甲伊是翁仔某，就算讲伊毋转来，我嘛无可能阁娶。就伫咧美姬求婚失败，当要离开的时阵，邓夫人带到房间，伊的来意已经是足明显的，伊知影讲。志明是一个友好的囡仔，伊一定会听伊的话，所以伊准备要用亲情来逼志明同意，让志明无退路，娶美姬做某。你莫阁逼我，你安尼真正我足为难的呢。我有嘴讲啊无烂哦，你应该安怎做吼？你想个清楚，我干那要抱孙，这一点仔心愿。都要靠你啊，你知无？美姬，你敢出来？是。敢讲，我要等我的家后平安回来，安尼嘛有唔对？志明少爷，美姬，你去替我送一个物件来啊，多谢你。袂啦，阮小姐无伫咧，我干焦是替伊做应该做诶代志。志明少爷，昨昏吼，老夫人毋是调告伊要甲你冤家诶啦，伊是因为误会啊。啊，着急要抱孙，搁再讲，伊嘛无希望看你安尼一直戆戆啊等落啊，所以哦，伊讲话有较直接，你莫怪伊啦。伊是我的阿母，我哪有可能怪伊？我知伊拢是为我好，但都是我，无去顾虑着伊的心情。我知影，你也是最爱阮小姐的人。啊，毋过吼，阮小姐到底是会回来啊，袂回来，根本都无人知影啊。搁再讲，老夫人的年岁遮大呢，伊吼几落摆拢甲我讲，看人安尼嘛，带孙出去佚佗，伊的心肝内足心酸的呢。我知影你无爱我啦，啊，毋过吼，带念老夫人足想要抱孙的，少爷，你着。找我做某啦，美姬，我安尼去做，敢会受委屈哩？袂啦，袂哪会？少爷，我知影你的心肝内哦，根本就无我啦。啊，不过其实哦，我足喜欢你的呢。假使讲会当甲你做伙，我就真满足啊。搁再讲吼，自从我甲阮小姐过来谈家了后啊，老夫人拢一直足疼惜我的，我真希望会当报答伊，替伊生一个查甫孙，互伊欢喜啊。少爷，我的婚礼哦，简单就好啦，我干那是希望会当替谈家做一寡代志。我是感觉我安尼先做伤过自私，伤委屈哩。要哪会？在我心肝内，你就是最好的啊！而且哦，嫁予你是我心甘情愿的啊。这，啊，无你让我考虑一下好无？好啦，少爷，等你考虑好，你才甲我讲啦。无论偌久哦，我拢会等你。
秀文，起码我身躯边的人，拢在逼我做出决定。你人到底是伫咧倒位？天公伯啊，你敢会用甲我讲，我到底是要怎做才好？两个月过去啊，志明派人仔细过探听，同款拢无秀芬的消息。志明为着无想要勾结老母的心愿，只好伫咧百般无奈之下，带美姬做母。虽然志明甲美姬已经成亲啊，也毋过伫咧志明的心肝内，犹原无法度将秀芬放袂记的。小姐，阿爸，你哪会用搁走来遮啦？你若予东家人看到，我是要怎啦？放心啦，咱即摆是加工正顺的呢，我会说伊啦。嘿，除非你这四十五鬼啊，即摆招收咱来，唔惨白，一脚干要脱走。我知啦。那不是你跟我斗三工哦，替我把秀芬塞落去山脚、我要哪有可能才见到一个单家少奶奶的位、所以吼、我感谢你都白付啊，哪有可能把你踢走？哎，安尼就对啊，你唔通袂记着，你袂照少奶奶以前啊，恁爸是四界第一召集宗族来安搭单家，才大大细细哦。啊，你这四十五岁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敢跟恁爸背骨了，我有你死个只歹看。好啦好啦。我甲你哦，即马是坐共遮准的啦，所以我若得失灵，我若无好处啦。啊，你遮尼紧要来找我，什么代志？啊，加讲的尔，哥，加讲的，咱当初就讲好啊。你若做小奶奶，你要好我。下先啦，即个啦。等下啦。紧啦。退啦。啊！啊是啊！啊你即摆小那做小奶奶，佮摕一点仔尔哦！啊你是你啊！啊你骗囡仔哟！哎呀，无彩无彩啊！无彩恁爸，你用心计较，把小云塞去客栈，佮害我死！啊你即摆小奶奶，佮摕一点仔给我！哎呦，你是查某囡仔，无阮陪伊啊！你是连刷袂啦，大声，你佮害我死啊！你也知影呢，我才打过来单家无偌久，你就变安尼软头青骨了。迄个单老夫人哦，毋是戆仔呢。我若一声甲提出代志，伊袂去怀疑哦。放心啦，若该予你的好处哦，绝对袂减你的。你较有耐心的好无？迄放长线，毋知影钓偌鱼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看你真有诚意啊！恁爸只就先摕起用啦。要毋过哦，你爱去啊？嘿，有闲啊，甲十厝啊厝面坐哈，钱早好坐坐坐，等下又喊恁爸，知无？哈？知啦知啦。钱摕紧走啦，走啦。好啊，走啦！啊，记住了啊，有闲就等下出面坐哦，你到坐坐坐哦，等我恁爸啊。哎，好，美姬啊，你来了拄啊好啦。哦，今仔日只怎安尼腰酸背痛？你的菜吼，帮我切切，我先来切切啊吼。阿梅。得真好大胆哦！你去到迄个叫呀？啊，你毋是讲咱出身拢共款？较早是较早，啊，即摆是即摆。阿梅，你若是家己平淡无做代志无要紧，佮竟然叫我替你做，你还知影哦？你敢若是一个下骹手人，迄做东做西本来就是你的工课啊！你若是无爱做，无要紧啊，我随时会当叫你倒去食家己。你，想袂到你竟然这么现实哦！做单家小奶奶都变侪人啊哦！这是当然的啦，人活伫世间本来就应该向前看嘛。即摆我的身份地位哦已经无同款啊，我是单家的小奶奶呢。所以吼，我考劝你啊，讲话上好放较尊重的，啊若无你敌视我。一日单家的，免想要有好日子通过。单家小奶奶哦，只有一个，迄就是秀芬啦。倒一天哦，秀芬若是回来，我才看你哦，还会当继续嚣白到倒去。
无可能啦，都已经半年较低啊，伊哦做鬼嘛早就去投胎啊啦。哈，恁家小姐哦，出来当家，真正是请鬼入厝呢。是讲吼，就算秀云小姐无转来，迄嘛无要紧啦。非得志云少爷，伊也无爱你啊。等到顶顶下拢嘛知影，志云少爷除了先前一暗甲你睏过以外，就无阁甲你共房啊。啊，你这个当家小奶奶吼，做了阁真正有够寂寞嘞吼。你，歹势哦，小奶奶，我要来切菜啊。卡边呢，卡大个有人乌白讲吼，我贫惰，无要做代志。连一个脚手人也无将我靠伫眼内哦，气死我！阿母，嘿，你要去拜拜啊？是啊。啊，今仔日十五，阿母哦，想要来庙里拜拜，求吼咱一家大小平安。你要跟我来去无？好啊。丽姬啊，啊，你是安怎哈？我唔知影，啊，都雄雄做想要吐的啊。雄雄想要吐。哎呦，丽姬啊，敢讲你有心啊？啊，真好真好，你有心啊有心啊！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好细腻哦，有我那行有我那行，哈哈哈哈，坐好坐好，莫颠倒哦，啊，无我是叫志明倒来甲你整断，看你是不是真正有心啊？真好，我要做阿嬷，我要做阿嬷，你莫颠倒哦，哈，莫颠倒哦，哈哈哈哈。有心啊，敢讲你一点仔拢无关心是？搁看安怎讲，我嘛是你拜过天地的母囝啊。是的，我无道理考虑着你的心情，因为我爱的人是秀芬，爱情本来就是安尼。我若是选择别人，都有另外一个人的痛苦。歹势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都袂当加爱我一点吗？秀芬到底是倒位好？让你家己离开的。钱拢在这，点一下。安尼了，哎呀，你着死查某鬼啊！恁爸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叫恁若转来厝里坐钱走，坐，转来又好恁爸，哈你坐遮钱，恁爸细水去忙都无够的啊！当初有讲啊，一个月着是要予伊一千块的生活费啦，啊遐一千块，敢我讲无够？欸当初是当初，即摆是即摆，即摆无共款啦。你即摆是当家的小奶奶，身份地位无共啊。啊，若伊当家的财产啦，一点点啊，都拄啊带无伊一支卡毛的啦。你知无？你知无？哈、啊！我已经哦，逐个月拢送钱来给你，已经算真好啊。你唔通哦，想要超过啊？啊，过分就过分啊！啊，无你是要干要安怎？哈、啊！你唔通袂记钱的。你今日有你的地位哦，是恁爸给你的呢。
你这个死查甫鬼啊！你真正要把恁爸气死咧！哈，你的良心是不是要够薄去啊？哈，你想看卖，当初若不是恁爸啊，安尼家己秀文去要砍脚，害伊死去，你敢无机会做大家小奶奶？哈，伊若不是恁爸用心计较，死去去硬借钱安得大家这大大细细下脚手人，凭你这电脑，你敢会这么紧就做大家小奶奶？也佫有，你即马巴肚已经有大家骨肉啊！哈，万一若真正互你生一个查甫的，替大家生一个金孙，以后大家所有财产拢是你的呢，你的呢？哈，凭良心讲看卖的啦，凭良心看卖的啦，即马是你较好还是我较好啊？啊啊！我伫咧东家吼，嘛是安尼用尽心机，才当得到老夫人的信任嘞。你是唔通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家己身躯哦？你这死查某鬼啊！啊，无你即摆是意思啥啦？要全鬼水无分？我无这个意思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嘛唔好逼我逼到这么硬。你也知影呢，食紧是会弄破我呢。死狗吼，对你对我拢无好处啦。好啊好啊，我袂愿跟你讲啦，哈。啊，你若知影讲你今仔有这个地位啊，是恁爸用性命换来给你就好啦。恁爸袂跟你计较啦。厝内无酒啊，我免来挂烧酒啊。咦、欸，奇怪嘞，啊，拄只到明明都看到人，奈无去啊？嘿，弟弟讲啥？啊，你看有啥人？咱两个代志方知影就害啊嘞。这无啦无啦，你莫不要乱想啦，可能是我昨暝睏无饱吼，看唔到伊啦。哎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恁爸今日下酒啊，我想来看一下，就较要紧啦。哎，等下你家己等下哈。人，上好是哪有人来啦？啊，若无，就害安尼。有人呀！啥？谁在遐变鬼变怪？出来啊！奇怪，啊，住伫外口，有看一个白影在走过啊，你个哪会搁无看啊？你去啊！阿母。阿母吼，甲你订一个心仔粿，阿你就趁小啉哈。多谢阿母。来来来，进来，遐坐，谢你哦。好，来来来，小哦，啊，小哦。哈哈哈！哈，米奇啊，阿母透早吼去庙里拜拜，求一支上上签。哈哈哈！阿这天子哦，讲什么？你这体号是查甫的呢？真是的哦。卡叔，那真正会当生查甫的，就会当替单家传后事安尼。对啦对啦，阿母哦，足希望哦，会当赶紧抱孙的。伊吼有一个真疼惜伊的阿嬷，确实是伊的福气啦。你讲对无？心肝囝的，想袂到连天公伯阿嘛这么甲我斗相共，一体是查甫的呢。等我的后生若出世，就无人会当威胁我做少奶奶的地位啊！啊，知影吼，志明带我，啊，伊生气啊，要来甲我见到啊！袂啦，袂啦，啊，光靠白纸，要哪有可能有鬼啦？这可能是吼，人条件要甲你创滴，啊，你莫惊，莫惊吼，莫白想嘿。阿妹啊，赶紧甲衫吼收拾下，摕去外口烧。啊，不过万一若倒一天，收完烧，咱来等。若要回来吼，早就回来，袂等到即马啦。你还知影嘞？即马每只烧咱来吼，一定有心啊，啊，伊若惊着。你敢带去？赶紧收拾提烧啦！是。咦，莫惊哦，你安尼动着来去，安是安怎？哈，莫惊，莫惊，莫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啊！吼。
这美机哦，真正有够假的啦！我想一想，咱那个衫放在厝的，也无甲改掉啊，唔知搁咧变啥物吧？这衫拢遐尼碎掉，搁烧掉，唔是足拍算的。志明夏雅，这敢毋是秀文的衫？你摕伊的衫要创？老夫人吩咐的啦，伊叫我吼，甲摕去烧掉。老夫人讲吼，美姬小奶奶即卖有心地，看到这衫会惊吓。啥？要将这衫烧掉？我不准啦！这拢是秀文的衫，嘛是我唯一会当思念的物件。美姬要来咱安尼，连阿母也对你乱，实在是啊！志明，阿母知影你思念秀芬，也毋过秀芬已经失踪半年啊呢，伊袂转来啊。唉，凡世伊哦，早就死啊。秀芬这么爱我，就算伊死嘛，变作过来找我，也毋过伊无来找我，就表示讲伊无死，伊还佮我。志明，你遐尼啊痴情是欲创啊？你还知影嘞？美姬才是你的某，而且伊即马有心，需要你这个做翁婿来关心伊。啊，若秀芬，你着家藏伫个心肝内，思念伊就好啊。我会只有一个人，迄着是秀芬。当初我会娶美姬，迄是阿母你急要抱孙。既然美姬着已经有心啊，安尼阿母你代替我关心伊就够。志明。那你即马是咧讲啥哈？我讲的是实话啦。我即马要甲秀文的衫放伫房间内底收好，以后不准有任何人动的物件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甲伊毙命。志明，志明，美姬啊，啊你唔好受气呢。啊，志明这个囡仔，自细汉个性就是安尼倔强。啊，你吼唔通受气。阿母吼会好好啊，甲伊讲，总有一天，伊会甲秀芬放袂记，倒来你的身躯边，哈。到底是毋是有人跳过伊伫咧创治，也是真正有鬼魂踮伫咧担架唔愿走咧？秀芬即马到底是伫咧倒位？是生也是死？等下忽然之间有鬼魂在出现，这个会替美姬的小奶奶之位带来什么款的变化呢？谁啊？三更半暝搁在弄门？奇怪，啊明明都有听到人弄门，哪还阁无看到人啊？啥物变鬼？袂有这落代志啦，
啊，无你若这囝哦，明仔啊，我来找导师，那个秀文哦，超多，啊，顺便厝内面静静的，啊，你秀文就要来找你啊，吼。唔好惊，唔好惊，阿母陪你，哈，来，先来困。报应。志明，你是在你的房间内底打架，无会无的？我，志明，你在创啥啦？我不知你伫个房间内底打架有诶无诶啦！你若打架诶符啊，秀仪就无倒来见我。伊会掠出讲我是超过变心，即个打架诶符啊，无想要来找我。内面哪有人？不过拄才明明，就看到一个人影。我后买一条珍珠破链，后要送你，知你有介意吗？这细个珍珠破链呢？我有介意，我最介意的，多谢你。无即马，你替我挂起哩。好啊。这是我送我秀文的珍珠破链，我的衫嘛伫个车。刚讲秀文，伊知我常常困伫个车。秀文，是毋是你倒来？你若是倒来，搁紧出来见我，我真正足想你啊，秀文，秀文。无好大壶啊，无要紧啊。即马吼，我身躯拢有只香火袋啊，甲符珠，我看你吼，安怎找我报仇啊？遮个物件对我来讲无路用啦，因为我怨念伤深，就算讲是大罗神仙来，嘛无法度阻挡。你都已经死啊，是安怎搁要找我姑姑缠啦？对哦，毋着应该紧去投胎，人间毋是你应该留恋的所在啦。哼，讲甲遐尔好听，你毋是真希望我魂飞魄散？无啊。我无啊，搁较安怎讲哦？你嘛是我的小姐，你是头家，我是新郎呢。我叫你去投胎哦，是为你好呢。你搁知影咱是头家新郎？既然知影，是安怎要趁我跋落去山坎的时阵嫁予志明？而且搁有伊个囡仔，你妄想敢想看卖？你安尼报答我，敢着？我嘛是不得已的啊，是陈老夫人哦，伊求我嫁予志明少爷的啦。老夫人讲，伊想要抱孙啊，啊你死啊，志明少爷又搁是高后生，敢讲你忍心哦，看陈家传到志明少爷遮，就断后事了。点起，全部拢是借口。卡主，你若无愿意，无人会逼你嫁予志明。我怀疑。你自较早就偷偷的，你佮意对无？我，哼，无话通讲啊吼！我佮你讲，我哩明仔载就离开陈家，佮志明提出离言的要求，有听到无？离言？我无爱，我真无简单，才做到陈家小奶奶呢。我无爱离言，我无爱。哼，
你若无爱甲志明离的，我就逐天甲你低调的，离到你死为止。看你冻偌久！我，这什么味？我头壳要焦红。过当天，美姬就将昨暗发生的恐怖代志讲予陈老夫人了解，而且佫甲伊讲，秀芬的鬼魂毋但出现伫咧伊的面头前，也佫甲伊威胁，叫伊着爱赶紧甲志明来离缘，啊，若无就一直要甲伊过孤单，到伊死为止。最后，陈老夫人听了后是非常的受气。伊决定要去找道士，看有啥物办法来对付鬼。美姬，你等厝啊，莫惊。阿母即马吼，着来找道士，看有啥物办法来对付无。你放心，阿母一定徛伫你这边，哈。多谢阿母。又搁是暗暝，嘛是美姬上加惊的时阵，伊愈惊，代志着愈会发生。这一暗也是同款，就伫咧美姬要上床休困的时阵，忽然之间，伊感觉到一阵的畏寒。这是我甲美姬两个人的恩怨，甲你无关系，请你莫插手。啥物莫插手？美姬是我金顺的老母嘞，伊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啊！你莫过来，莫过来啊！母，秀芬，真正是你，你真是回来，我真欢喜的。你莫过来！为什么？敢讲你无想要看到我？我，人鬼殊途，我即摆已经是鬼啊！你若是才惊我，你身躯里的勇气会好几大？我唔惊，你真无简单才回来，我无可能阁让你离开。秀芬，我总算拦着你啊！你敢知我等一天等偌久啊？我真正就想你的秀芬。志明，你甲我放开！我爱放开！我爱放啊！我无可能放啦！志明，秀芬，奇怪，人甲鬼哪会当相认？放开啦！放，我无可能放。你的手哪是相认？秀芬，你无死，你毋是鬼，你真正倒来，安尼真正足好诶，秀芬。秀芬，即马到底是安怎？你逐日踮我来大厅讲清楚。打开诶！陈夫人是非常诶受气，伊知影秀芬无死。也无回来到陈家，又搁假鬼假怪来吓惊美姬，不管是鬼家计欠不灵，伊实在是无法度来原谅秀芬。秀芬尽力来解释，伊去予人杀落去山坎无死，啊，搁有美姬甲伊娘爸做伙来害伊的经过，拢做一个详细交代。这也就是为什么。伊要来创治美姬的原因。美姬，我问你诶，你有用病，我啥人毋知？这种代志哦，你甲我讲清楚哦。阿母，阿母，是嘞啦，毋是我无爱甲你讲啦，是因为吼，阮用病伊人品足歹诶，毋是跋筊，就是啉酒。而且哦，伊阁甲我威胁讲，我过来当家了，逐个月拢爱摕钱予伊开呢。虽然我无想要安尼做啦，啊，毋过我着惊伊来遮乱，会伤害当家的人，所以我毋则逐个月拢偷偷啊摕钱予伊。你是会做糊涂的呢？即落代志，你会甲我讲啊？
我一定想办法替你解决的嘛。等下我会叫老李的去警察厅，叫警察大人将你永平抓起来。好啊，你先起来，你这嘛有事呢，门会关。多谢阿母。代志哦，已经清楚啊，我总是爱做一个处理。秀芬，你声声句句讲美姬啊，你家当作是亲小妹共款，哪呢？伊巴肚已经有我的金孙啊，这是事实，无法度改变。阿母希望你会当接受伊做二房，啊大房伊原是你，你感觉安怎？既然阿母都已经决定啊，我也无啥物话通讲啊。好啦，代志就安尼解决啦。阿母，秀芬的脚才打好，敢明仔会过伤久？秀芬，我带你来医生馆检查，看有啥物其他所在受伤无？就是讲，秀芬失踪这么久，早就已经死了。想不到，竟然还走回来。我知影，我提前倒去厝的代志。看起来吼，我若无紧想办法解决阮老爸，唔知迄个酒鬼吼，倒一天会把阮害秀芬的代志拢揭出来。想袂到啊！想袂到是我这幼仔查某囝提钱要倒我开啊！哎呦，安尼就对啊啦！还是讲啊，日子都还袂到啊，恁来提早倒倒。阿爸，我都想讲哦，家己较主动的啊，较免逐个拢互你催啦。这吼是这个月的生活费，你提起一点看卖有够无？哇！哇！有够！有够！有够够啊！哇！哎呦，这你那济啊，嘿嘿嘿，你这个小奶奶愈做愈有办哦，安尼就对啦，愈做愈好。阿爸，这吼拢爱感谢当初你斗相共啊。对啦，我今仔日哦，搁甲你炸一罐好酒哦，你一定足介意的，恁看卖。安尼哦，哇，这看起来真是好酒啊，嘿嘿，砰砰砰，嗯。啊，真正赞赞赞！啊啊啊！赞哦！好啉哦，你加啉寡。哦。咱的秘密讲出来，安尼哦，我就会当安心啊做我的担架少奶奶。你做啥？你搞啥？哥啊！哥！大舅，来人打你！大舅，大舅啦！来人打你！闪啦！闪奶奶，你有劲无？你有看来，阿伯，我好得死啦！今日大年啦，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吼欠我阮家小奶奶啦，叫小奶奶吼，逐个月拢会摕钱给伊啦。伊若无吼，伊就要我跑看啦。你看，拄只吼，我差点仔得死阮小奶奶嘞，这么人情物情拢滴啊！紧个两个，紧个两个，对啦，看我两个精彩，行，我来接你行，行，行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去啊，行，行，小奶奶，无代志啦，咱来转来。我还没给他提好吧？你的物件？这包吗？有啊。
好啦，无代志啊，来转啊。是鸡汤诶，一定吼是阿母叫来烹诶，要互我补。那你就拍你嘛，阿梅，阿梅啦，阿梅啊，来啊啦！什么代志啊？发甲伊大声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这个鸡汤是安怎炖的啊？那你就拍起来。好，你是不是提早没出来？别吼我。就算是。是又搁安怎？你若无欢喜，你会卖啉吗？我甲你讲啦，即马陈家吼，食饭少奶奶已经转来啊。啊，那你哦，我看哦，你即马哦，只不过是一个生意来过生尔。等囡仔来洗落啊，你哦嘛无啥物利用的价值啦。你若是骂我，我就去阿秀文少奶奶家，叫伊来替我做主。你莫袂记得哦，你是唱秀文少奶奶翁的人哦。我想第一个新歌来，对你应该是真万分啦吼。秀文应该回来啊，伊甲志平的感情这么好，万一以后伊嘛生一个查甫的，啊，唔着要来甲阮家上一财产啊？袂个，我袂用予人哦威胁着阮囝的地位，陈家的财产拢是阮囝的。想袂到，咱阁用个手牵手行伫个路个，都敢若参照较早共款。我真正毋敢去想，无你伫我身躯边一段日子，我是安怎过的？我嘛是啊，当时伫个佛寺进行过的时阵，我了准讲，我为遐尼远的所在摔落，可能从此残废啊。想袂到即摆已经好啊，我想啦，应该是天公伯啊可怜咱，要咱继续做伙啦。既然你会当阁倒来我的身躯边，那呢？咱应该更加互相珍惜对方。久别重逢的这对翁母有讲不完的心内话，两个人也无因为这件代志对美姬有甚物款的不谅解。既然美姬也已经嫁予志明，秀芬希望大家会当和平相处。志明对着明丽的秀芬，心肝内是搁较疼惜。恁回来啊！想袂到这么久无见面，感情嘛是这好。美姬，我已经想通啊。既然你嫁来陈家，已经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，所以咱过去的姻缘断的准拄煞啦。以后咱着用姊妹啊互相称呼，你感觉安怎？既然阿姊你都安尼讲啊，我要哪会敢有啥物意见啊？无就先安尼啦，哪有搁继续冤落去，只会互志明歹做人啦。啊，对啦，咱大家吼小退一步啦。我知影讲这段日子真委屈你，我一定想办法弥补你。我最近吼拢睏无好啦。我先来休困啦，恁豆豆讲哈。以我对美姬的了解，可能要一段时间才会当平复伊的心情。大人需要时间冷静，行，咱离开。真无简单，才解决阮阿爸。秀
芬偏偏搁转来。伊甲志明的感情这么好，万一到一天，伊嘛有心啊，搁生一个查甫的，那安尼，我甲我巴肚内底的囡仔是要安怎啊？代志到这个地步啊，搁加拄着一个人，嘛无要紧啊。阿梅，阿梅啊，阿梅啊，来啊啦！啊，是搁有啥物代志啦？我足无闲啊嘞。灶脚菜刀仔来。我安胎药啊，甲我转转的，爱转八点钟哦。我即摆人忝啊，要歇睏一下，转好吼，才摕来互我啉。好啦，吃这安胎药嘛是困无。飞机跳过伊甲阿梅讲，爱伊去煮八点钟的安胎药啊。伊讲，伊想要先困一下，也毋过伊穿换下骹手人的衫，为后壁门偷偷伸出去。伊到底是伫咧计划甚物款的计谋咧？飞机打扮做下骹手人的穿衫，偷偷伸出来。伊知影讲。秀芬带位伊身管来离开，打算要到庙来去拜拜，所以伊就秘伫咧路途当中等伊经过。过无偌久，秀芬果然看到哪经过这个所在。林秀芬，你莫怪我的心肝凶啊！你怪哦，都怪你，是安怎搁要倒转来？即马无人当甲你救啊！你啊，得转去你迄个煞无死的坎坎。无听你叫啦，这我安胎药啊，哦，多谢。哎，你的手哪样过去啊？无啦，啊就擦肩干哦，无洗清气啦。啊你问遮侪要创啥？去做你的工课啦。出头了了。秀芬的话，奶拢洗袂掉啊！这个时阵的飞机，规个人就敢若是起笑同款。明明伊的手顶头就无血，也毋过伊所看到的，确实是一双拢不有血的血手。伊是非常的惊吓，大力一直洗，一直撸，唔知影要如何是好。妹，我已经甲洗掉，我已经甲洗掉。
已经这么晚，应该无还价。我是两早回来厝的白秀芬。秀芬的声，秀芬，是你啊？安尼徛伫外口，无要入来。你莫过来，我已经死啊！你是咧讲啥？今日我去山顶拜拜，经过山路，煞去用刣死。我无看到凶手的面，我根本毋知影。到底是谁把我刣死？志明，你一定要替我找出凶手。别哪有可能？你才拄回来，我身躯边无外久尔，别哪会无刣无死来死去？我唔相信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！我已经变作鬼魂了，你是卡袂着我的。别来安尼，这要哪有可能？要来变到安尼啦！志明，你紧把凶手找出来，安尼我会才安心去投胎。秀芬，秀芬，你能走？你能走？秀芬，你回来啊！秀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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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芬。小雅，小雅，小小雅，无啊！小奶奶，小奶奶已经死啊！今日小奶奶叫我的死在树林内底，伊是叫我刣死的啦！今日大人哦，已经将小奶奶死掉，去去做啊！这边哪有可能？小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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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雅！老李，你叫我很烦恼。秀芬，秀芬，你真无简单，才回来我的身躯边，现在还要离开？咩人呢？咩人呢？秀芬，秀。要哪安尼啊？阿母，美琪啊，你这么大心大命，唔好伫咧遮，你房间歇睏，紧嘞，紧入去。好。志明，你莫安尼啊艰苦，秀芬又是去用害死，我相信警察大人真紧把凶手抓到啊。我实在想拢无，秀芬是一个这么单纯的查某囡仔，哪有可能跟人结冤仇？这个凶手怎会这么无人性？到尾还将伊刣死？我要纠缠，我要纠缠这个凶手，伊不得好死！秀芬，秀芬。唉，想不到秀芬这么乖巧，这么善良，会这么无福气，倒啊长啊了，就出代志。天公伯啊，你实在做到创治人的。老夫人，时间无早，无我先扶你入来休困啊吼。志明，你得想较开的。志明，秀芬，你莫阁伤心啊！你安尼，我会行袂开脚的。秀芬，秀芬，
奇怪，才就干那志明一个人，伊是伫甲谁讲话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天公伯也要甲咱撞掉？咱才做伙无偌久尔，都还袂过着幸福的日子，你就要甲我分开？而且这个是永永远远甲我分开。虽然讲我即摆已经无活伫个人世间，也毋过，假使你无想要甲我放袂记，你有缘闲个，将我永远记伫个心内。即摆上重要的是，紧甲凶手找出，若无，我死嘛蛮冤客。也毋过你连凶手的面都无看到，我是要安怎替你报仇？凶手是为后壁将我害死，伊的指甲缝内底一定把我的血掉，嘿，一定真歹洗清气。你是讲，那是真正的凶手？伊的手指头的指甲缝内底会有血迹？无唔对。是啥？美琪，是你哦、喔。手是安怎啦？无啊，我手无安怎啦。我看卖。没。我看卖。你，你的手，刚刚秀文甲你。无啊，我今下晡吼，拢倒出来睏的，你若不相信，倒去问阿妹啊。那你的手是要怎解释？手，我这，我都，这边，把你当作家己的亲生妹同款，你是安怎心肝这么凶？你讲，你讲啊！莫笑，我很忏悔。讲啊！是啥物事？我才大细声啦！志明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去是你的某呢？你是要甲电视信吗？伊是我某，伊是三年凶手，是阮家己个大事。阿母，你讲，这才是证据啦！原来哦，你专工叫我去抓安胎药啊，讲啥物爱抓八点钟，你就是趁这段时间去抬秀文向奶奶，对无？你的心肝哪遐尼动荡啊？美琪，我问你诶，伊两个讲敢毋属实？秀文真正是你抬？我。秀芬，是我害的啦。秀芬对你遐尼好，你哪遐尼残忍？你哪会当安尼做？我，因为，我是无错，无错。秀芬小姐对我遮尼好，原本我真正无想讲要甲伊害死啊。一直到迄天哦，我陪伊回后头厝，有羊皮，甲伊撒落去山坑，我才想讲，伊的消息无听到，就是我上好的机会啊！谁知影，伊来无代无志，佫走回来。我知影，我若无甲伊拄着，以后我腹肚内底的囡仔，伫咧摊家一直会无地位，所以我着心肝了瘫痪。我甲伊害死，
让伊我无法度搁倒转来。想袂到，最后还是去让伊发现。你是要这么糊涂啦？你安尼死做，唔那是害死别人，嘛害着你家己呢？你若是安尼做，只是会替你巴肚内囡仔做孽，你知无？我唔知影，我干那知影，我从细汉就无爸无母，甲我疼惜，所以我想要甲上好的物件，都来给我巴肚内底的囡仔。我知影。我现在已经无法度回头啊！阿梅，你去甲警察大人讲，讲台死四分的乡亲，予咱抓到啊！是。毕竟因为太重。被判一世人就要关伫咧家教内底，伊伫咧家教内底生下囡仔了后，囡仔就去予志明带走。志明希望会当好好将囡仔教育成人，予囡仔大汉了后会当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，倘好弥补着伊个老母比基所犯的错误。